没拍到。我反正就是在群里面回味。你们睡饱了是不是？对。你们还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小纸啊。没有这个都。这是啥？高希望这个超人爸爸赶快拍下来，快点。工作性质不一样。没有，你老公是典型的台湾老公，他老公是非典型台湾老公。不是，工作性质不一样。训练操练他，下次是活的。工作性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六点多起床上班，然后回家还是一样睡觉，睡到十一点半。你是在表演杂技吗，先生？鼓励工作不一样。我是一样，我也做工的、啊。我有时候要搬。